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前几集分享了自制老干妈，很多朋友交作业了，真的很好吃，丢不丢？有别的平台朋友留言哦，说人家很厚脸皮，怎么敢说自己完胜老干妈啊，就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，十位亲朋好友盲测都投票给人家做的老干妈，所以我才敢说自己完胜啊。不相信完胜，那你赶快自己来做一次。今天就要用自制的老干妈继续复刻鼎泰丰小黄瓜。每次去鼎泰丰必点的小菜就是辣味黄瓜，这个真的超简单，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做出来。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备料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 YouTube 的朋友可以点开资讯栏，或是搜寻一下我的文字部落格食谱，有给大家写得很详细哦。先来处理一下小黄瓜，洗干净之后呢，切成 1.5 到2公分左右的厚度。接下来是脱身的步骤，除了脱去黄瓜的生涩味，也可以让等等更好入味，不容易出水，用盐或用糖脱身都可以。我是比较喜欢一半盐一半糖，因为渗透压的关系，可以让小黄瓜脱去生涩的水分，等等的调味料会更好入味，吃起来也会更脆口。这个动作叫脱身，也叫杀青。抓拌之后可以腌制个20分钟左右，有真空盒的可以抽真空，时间可以更短，效果更好。没有的话没关系，就这样抓拌腌制静置个20-30分钟。接着可以来脱去生涩的水，我直接用这个 OXO 的蔬菜脱水篮，很好用，相信很多人都很爱用这个牌子的小物，我也会有不定期的团购，大家再注意时间。可以来看一下哦，底部就会有那个生涩的涩水，那这个通常会倒掉，还是你有什么妙用可以留言提供一下。去皮的蒜头我们把它剁碎切碎，有试过用蒜泥哦，不过效果太辣了，用蒜泥很烧味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蒜碎就好，这个就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就太简单了，免动火，所有材料调味料混合在一起，那这些调味料都可以微调增减，你可以先做一次我的版本，想更咸更甜更酸一点都可以再微调哦。然后拿出最重要的辣油，也就是我上次做的老干妈，真的没有骗大家，一定要做一次，这个夏天到了，你拌什么都好好吃哦。加上这个辣油，所有东西都有画龙点睛的功效，加上这一大匙的自制老干妈，整个小黄瓜大提升。鼎泰丰的原版呢，大概只有加入辣油，没有加入这个辣渣。真的没有自制老干妈的没关系，你就买市售现成的老干妈，选择风味鸡油辣椒，但我还是强烈鼓励大家自制。你看看它这里面的油是用大豆油呢，化学精制过的大豆油，我真的不敢吃。如果你真的不介意，那就 enjoy， 偶尔吃一点应该还好啦。最后可以补淋一点冷压芝麻油，不推香油的原因主要是里面 90% 以上是沙拉油，一样是化学精炼的油，不喜欢所以不推荐。接着就把所有食材调味料搅拌均匀就可以了，想更入味的可以放冰箱冷藏1小时左右，夏天冰冰凉凉的吃很开胃哦。可以尝一下味道是不是自己喜欢的，想要再微调增加或减少咸味甜味酸味辣味都可以。超美味的辣味黄瓜，等你交作业咯。I'm not sure if I'm looking at you. I'm just caught in your love.
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立马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